拉伤了，太丑了。慈济55周年庆，马来西亚慈济雪隆分会同仁及志工透过连线跟台湾同步参与净思法水妙莲华演绎。哦，搞为线上啊，一般上都会有几个稍微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网速和讯号的问题，然后如果讯号 OK 的话，就要make sure我们各一个设备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可以播给现场的人看呐、啊。长达2小时的演绎，由台湾四大剧团及慈济志工共同成就，虽然隔着屏幕，依然摄受人心。就是做个戏，马爱跳，跳。也很想把这个法华经像今天的演绎这样子的境界来告诉更多人，希望人更多人能够跟我们一起，就像这次疫情其实一点都不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菩萨道上。今世灾难更要警示觉悟，慈济走过超过半世纪，希望更多人共同行善。天下告急，那就是这一波的疫情还有多久啊？不知，难以言喻啊，非人可挡，唯有呢人人一心虔诚啊，虔诚斋戒啊。这样子的灾难来了，可是很多人还没有抬头，然后上人也讲了55年，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帮上人一起去继续的去讲，继续去劝诉，然后继续的去让更多人参加慈济。施工上人也很老了，然后慈济55年走来真的是不简单。我不期许我自己走得很快，但是我期许在菩萨道上是可以走得很稳很长的。55年前的一念心汇聚了全球的点滴善念，让大爱造福人间。麦代侯佩森年均节目播报道。